今天曾跟大家分享一道美味小吃，派对、野餐、茶点都可以派上用场。美味小吃，品尝时刻开动啦！欢迎大家来到妈子厨房，我是佳佳，我是阿贤。近况大家过得好吗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道美味小吃，派对、野餐、茶点都可以派上用场的美味小吃。让我们一起来料理这道美味小吃，香酥肉饼。
藏时刻，热乎乎的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好了，开动了，让佳佳尝一口看看。嗯，又香又脆，真好吃。嗯，味道还真到位，口感外酥内软。馅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准备，挑选自己喜欢的食材，做出自己喜欢的香酥饼都 OK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请记得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关注妈子厨房。好吧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妈子厨房与你有约。